真的吗？那没你。我的是一个礼盒装的哦。哎，你剪头发了？啊，染头发了。哦，染头发。新年大家有新气象啊。新的气象是什么？新的气象就是我准备的礼物，你一定会很惊讶。可是，女生一定觉得很可爱，男生可能会就。很喜欢，女生也。Hello Kitty卫生纸，女生一定也不想要。喜欢，为什么？你的东西太可爱了。没想到男生如果收到你礼物的话，肯定就是会抱怨的。傻眼，真的，他的东西不要给我来一个什么？也是实用的，那就更糟了，男生实用用不到。打开会香香的，转头马上送出去。好快哦，打开会香香的耶。夏天、冬天，那秋天跟春天，也都用得到啦。那就是一直一年四季都用得到。嗯，而且只有我有，那个东西只有我有。只有你有。嗯，那什么？那肯定不是。是你把你自己送出去了吗？把自己送出去了吧？新的吗？还蛮实用的。 最厉害是有人送舞龙舞狮的头，那应该蛮贵的吧？蛮贵的啊。对啊，如果是个大头还是塑胶的，那应该蛮贵的。Iris 不想抽到娜美的，但是想抽到Ben哥的。为什么？Ben哥高雅郎，应该不太需要解释哦。对呀。Ben哥想抽到，不想抽到 Iris 的。嗯。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互相有心结嘛。对。被发现。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送你喜欢。 然后送他，我觉得想抽到Ben哥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就是赚很多钱，然后送东西一定很好。真的，真的，我对他的印象就爱Ben哥，我要跟小佳抢。可是我超想抽到夏荷西的。哦，为什么？感觉他就是一个细心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也不想抽到娜美的。娜美，对，猫咪，猫狗，对，哇塞，啾咪，哇塞，受得了？啾咪之类的。休息一下。拜拜，热色桶，娜美离我很近，戒丢掉。 怎么这样？说不定你会抽到我的，没有啊？哎呀！我还想跟娜美。娜美，你不要参加吗？谢谢。好可怕！娜美不是出去休息了吗？不是已经离开摄影棚了吗？天网，为什么还心无不散呢？第一个，哎，没有，大家看错眼花了，你算了。小歪耶，小歪，哪有？刚娜美，作弊，作弊，没有。 你把你自己的就抽走拿走了，对呀。一号，冰哥，一号是谁的礼物？真的吗？什么不公平？不公平！你们两个有问题，一个是叫娜美，一个。今天我认为最高潮的礼物，结果第一个就要发出来了。真的，新年快乐！所以我们就提早录完了，是不是？ 好的，娜美这个礼物呢，我们等下就要来开始拆开了。但是在礼物拆开之前，Ben哥你有话要说，是吧 ？Yeah， 因为既然抽到我礼物，我特别加码。什么？心机重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这件事情？免费剪头发做造型一年，对不对？哇！好棒！好，加码就在我们，这是什么？养殖物吗？来，Ben哥来，好。 看不懂，这个看起来不太妙哦。哦，没有，这是非常好，这个是茶，看茶，对，因为是真心嘛，嗯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提过真心了？好，好，来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来啊，上上去，嗯，这个跟礼物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我也很好奇，好像祈福的一种东西啊，想不透呢，嗯，哎，他只是泡一杯茶给你喝，是这样，先品尝一下，渣渣也可以喝吗？可以，可以。 哎，老师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啊！没有，你是一定要的。感觉这很补，对对对。但是我没有抽到你礼物哎。没有没有，对对对。还是要一起喝。打避暑的。干杯干杯！哎，你们先喝一下，品尝一下味道。品尝一下味道，对对对。有什么感觉？一定有陷阱。这该不会是兔子大便吧？ 兄弟，到底给我说了什么？这个，对，大便茶。大便茶。什么？什么是大便？啊？茶虫大便，但是它的这个茶虫，它的名称叫做银鱼。银鱼？对，后来它专门是附着在那么普洱茶上面。
后来他们专门吃普洱茶，后来他们所排便的大便。但是你知道这一斤多少钱吗？一斤哦，嗯，多少钱？1000块，20块，20万，好贵啊！所以你们很有可福，很有口福了。50克吧。我们就请娜美来开一下这里，我不知道这个礼物跟这个茶到底有什么关系。对对，很妙。你会是大便吗？这我是送，那是虫。你猜礼物都是金吧？都这样猜的。好暴力哦！打开来是一斤的虫。对，一斤的虫。一斤的大便。一斤大便。一斤大便太贵了，是虫。你看吧，你们想要抽到Ben哥礼物，结果第一个就让大家傻眼。我还蛮想要的。是什么？他皱眉头哎。会不会走一点？里面是虫。不是你的，不是啦。怎么有狐臭的味道？哎呀！哦。可是我还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哎。真的假的？Ben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了。这个是快木的聚宝盆，而且是很实木，很重，超重的。而且就算你放一辈子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我有放巴西顶级的黄金黄水晶。好棒！欢迎收看古堡鉴定团，来，第一个委托者就是Ben哥，因为既然是新的一年，我当然希望抽到我的礼物，能够赚到大。那要放在哪一个位置？Ben哥知道吗？我放回去了。偷了一个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哦。里面有几颗？里面有几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好。我觉得今年我既然都要抽到我礼物，我希望说，假如我希望把这个财运，就真好，我缺钱。很缺钱啊！我缺钱。好，缺钱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谢谢Ben哥，谢谢娜美。谢谢。这个礼物，天哪，我觉得就是娜美的吧？真的假的？起了啦！哎呦，你们两位是注定的。在一起。来，可是我包的很可爱。你要交给我们的阿Ben老师，全部都一直往后退，全部都比较娜美的。我看到老师失望了。不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说不定可以送你女朋友。你看，打开看。我觉得这个组合是特别的，一个是最不想，一个是最想的，但是他们两个都互相抽到了。这个好像是。因为我包得很精心，我包到那个凌晨两点哎，两点半。好，小魔女体验。等等。这是什么？阿Ben老师，我现在想要你来猜一下，你觉得这个礼物是什么？哎，我前面有签名。芳香剂，你刚刚闻到的味道吗？对。没有啊，你没有闻到吗？他说香香的。有没有？没有这么可怕的音乐啦。你觉得是芳香剂？不，香水吧，香水。好吧，没有梗的答案，你就直接猜吧。好啊，你快点猜，我们家小心会破。这应该摆到四月吧？小心有愚人节。端午节的想法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啊。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子。给大家来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所谓的当年分享，宝贝想分享，这就所谓真心换绝情啊！拿个十几万的来换一个这样子，连分享都不分享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Ben哥，你想看吗？对，什么？其实真的非常好了，真的非常好，有用心啊！哇，你这样都觉得好哦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彼此了用心的东西，我觉得是真诚。因为本来觉得会应该是小魔女抽到的，你看你蛮可爱的，你看吧。你凶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这是试用品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太懂。这个试用品，这边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小香水，是我昨天特地去买的，很可爱。可是你要小心，这先给你。这边就是你家里，因为我怕你们上次香水那集就拿出来了。我的那个用完了，我的那个用完了。这个呢？这个的话是护手霜。对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就是你自己不要用，得拿出来换，对。哪有什么指甲油？因为过年要有新气象，因为我以为是女生。不过你可以帮你妈妈或是女朋友擦。没有，我马上就擦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可以拿男生擦指甲，你不是也擦吗？擦脚上吗？好，还好了。你现在就要擦吗？好，你在座位慢慢擦。OK， 好。我们谢谢这一对就是冤家所抽的礼物。忘记吗？你现在说不定是平常谁要现在称？傻瓜才会现在。好吧，我直接就来猜一下好了。乌克丽丽。天哪，这真的是好礼物！这个真的很好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是小魔女里面准备最好的。而且小歪之前跟我说他想学吉他或是乌克丽丽，太棒了！我在低估你们送了吗？其实也不错。
大家已经在嫌弃大家的礼物了，有没有？Ben哥，你要直接跟他换是不是？没有了，我手已经擦了，不行，手已经擦了。这不错吧？这应该蛮可爱的、哦。而且它是陶瓷做的。可是如果送我一普通水烟头，我也觉得我本来是想要送章鱼的，可是章鱼长得太奇怪了，已经无言了。你看，好吧，就里面是他的东西，这个就是你的了，请猜吧。只是一个袋子，不会吧？钥匙圈，钥匙圈。可是你看，笔跟笔记本啊，还有笔跟笔记本啊，还有这个化妆棉啊，我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，都比娜美的好就对了。所以，天哪，我为什么没有抽到这礼物？不说话的、啊。有一次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起来画的。